我好像没带海，这么简单？带点那个加血的呢？ 啊，小把带，带雷霆去。哦，快被单刺！你这还能把我拉回去的？ 我操！你他妈这一车吃到我大动脉上面去了！我要气死！ 啊，下把带雷霆去了。 还好有个果实。我大概知道什么原因了，没皮肤的原因，肯定是没皮肤的原因，不是我的原因。 没办法，你不是把我杀了？哎，他毙了！哎，他毙了，好亏！毙了！ 肯定是没皮肤的原因，少了10点攻击力。你不要看我，被杀了2次，其实我不到差不多。 我可能一个人打不死，但我有队友。
这我打黑点都输过，这黄金单词怎么？以前打，以前凑到一把黑点，那把直接记了。然后这 Q 歪的是真离谱。我肯定死了，可以吗？这下路吃不了，这下路不是能吃。我操，这卡莎出的他妈时光之杖，领先十个版本的力量。好，伤害这么高啊！好帅的 W 三，这塔怎么还是这么多血？那、好像也不怎么快，二十分钟才三条路。给我跑！你给我跑！最终还好是把队友给你，不然气了。前期死了两次，这不行，还可以再带一下。是不是疯了？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不都打回来了吗？我操，那伤害这么高！我鲁斯应该不会在后面阴我吧？我觉得应该不至于，因为的话我人没了。这波一克 W 爪子 AQ 点，啊，没有点了。
这卡莎出装真的是神仙出，我做梦都想不到卡莎还能出时光。这么远啊！哦，闪错地方，我要往上面闪，往上面闪的话能反杀。我看今天怎么跑，还有一个。那好，怎么没死啊？烈火刀法，我操！完打了，啊，还是要死。死之前。致命沉默。大树在正面，就如果对面有个大树，中后期进也行，你进的直接承办一些，团战还没开起来，人没。